各位啪啪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月大家出游了吗？我这部影片是几个月之前拍摄的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所以一直没有剪片，也就这样偷懒了好几个月，一直到今天才有新的影片。那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地方是桃园市富兴区的拉拉山。说起拉拉山，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。拉拉山最有名的就是水蜜桃，全台湾水蜜桃的产量有一半都在桃园市，其中是拉拉山的水蜜桃较为出名。我们现在来的时间是没有产水蜜桃，拉拉山的水蜜桃产期大概是每年的6到8月，所以如果不是在这时间买的水蜜桃，都有可能是进口的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位认识的人，他在摆地摊卖水蜜桃，一颗20元、30元的在卖，他就光卖一季的水蜜桃就可以生活一年了。大家会不会很羡慕呢？要不要转行来卖水蜜桃呢？来说明一下今天的路线，我们今天出发的地点是板桥新埔国中，沿着环河西路往三峡的方向前进，接着走台三线，然后切入台七乙，再沿着台七线走，就可以到今天的目的地拉拉山了。台七线这是北部非常知名的北横公路，其中台七乙某些路段聚集了很多车友来这边骑车，每当假日就是满满的车友来这边朝圣，还有路旁也有追焦手在这边帮车友拍照。目前这些路段都有设置了科技执法区间测速，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遏止这些违法的飙车，所以想要到这边的车友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这里的车祸率真的很高。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专门来这边拍摄车祸，我记得还有一位外国人就是专门在这边拍摄车祸影片放到网络上，所以让台七乙在国外也是小有名气。不过是因为车祸多到在国外有名气，这真的不是太光荣的事情。我们第一站停留的地方是在脚板山，这里我们本来只是短暂停留而已，突然看到有个战备隧道，决定要走过去看看。脚板山战备隧道建于民国52年，当年建造是用来当临时的战备所使用。一进入隧道内，可以看到墙壁上有着各式的国军彩绘。我觉得蛮特别的是，出入口有着非常厚实的防爆门，这种门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过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开放参观的地区很小，里面就只有一小段路可以走。我看资料的介绍，这里面是深达地下20公尺，所以这里也许还藏着什么秘密，我们就不得而知。那这边就只有来看看战备隧道，其他的景点就留点遗憾，下次再来。战备隧道外这一小段路都是林荫大道，所以来这边走走也是很舒服。然后旁边的小摊贩又有在卖着当地的农产品，看起来是有在卖小米、蜂蜜、香蕉、竹笋。其中竹笋有两种，一种比较常见的是贵竹笋，另外一种比较少见的是梦中竹。我好像没有吃过这种竹笋，所以以后有机会要来买看看。北横公路这边的地形真的很特殊，从平地一路进入到山林中，随着海拔的升高就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峦，道路的两旁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观，一旁的山壁有着一道道磅礴的瀑布，一旁的峭壁放眼望去是壮观的峡谷。这里的峡谷是由大汉溪各支流在千百年来所切割与侵蚀出来的，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地形与地貌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人敬畏，在我们拍摄的影片中是无法真实呈现亲眼目睹的这种震撼，所以希望各位观众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探索台湾各地的美。
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复兴桥，很可惜目前封闭修整中，所以在这边飞一下空拍让大家欣赏一下。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有在这边停留过，也有在这边合照过，这次想说来这边看看，也一样在这边拍一下照片。既然封闭了也没有办法，那只有下一趟有经过的时候再来了。那这边也稍微介绍一下复兴桥。复兴桥建于民国55年，复兴桥是全台首座钢构的吊桥四水泥铁桥。民国84年一旁的罗浮桥完工后被取代，复兴桥一共被改过3次颜色。我上次来的时候是粉红色的，这次看起来好像要改成蓝色了。复兴桥目前只能给行人与脚踏车通行，所以可以很悠哉的走在桥上欣赏这边的美景。说真的，有些地方开车真的很不方便停，所以其实大家错过了很多很美的地方。就像现在的这个地方，高坡瀑布，大多数的人经过了也不会停下来，但是却错过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峭壁经过溪水千百年来的侵蚀，刻画出了这么壮观的景色。我们在这边待了也有半小时，说真的，当下的心境真的很不想离开。眼里看着瀑布，耳里听着流水声，远离都市的嘈杂，在这个当下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。我们小时候都是住在山林里长大的小孩，对于这种小溪有着莫名怀念的感觉。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还有那条陪伴着我们童年的小溪，但是经过了这几十年来的变化，小溪上都是人工堤防与拦沙坝，这对于人类是好事，不会有溪水暴涨泛滥的问题，但是对于当地的自然生态却是一大破坏。我们与大自然应该是共存，而不是全面占领。说到这边好像离题太多了，不过我就是想要告诉更多的人，我们是可以与大自然共存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这是在一个北横公路上不知名的弯道，这里最好认的就是路旁的一棵大树。这个弯道我会把 Google 的地图坐标连结放在说明栏上，大家点开就可以导航到这边了。这里是一个 U 字形的峡谷，是典型的峡谷与曲流地形，可以清楚看到北横公路上的地形与地貌，山峦层层的堆叠，溪水切割出的峡谷与蜿蜒的曲流。这里的地形地貌会如此特别，是因为台湾的地形海拔起伏急剧，让这里的河流水流湍急，侵蚀作用特别旺盛，所切割出来的峡谷与曲流地形。台湾的岛屿虽然不大，但是却可以拥有如此多的特殊地形与地貌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宝岛。骑在山路上，大家也要小心一旁的落石，沿路多少都还会有看到落石砸下来的痕迹，还有北横公路部分的路段都很狭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来车并放慢速度。当天也有看到其他的车祸，看起来就是没有注意而被追撞。我们来的这几天都有下大雨，所以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山壁上有一些小瀑布的出现，这样的景象看起来是不是也很美呢？路上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村庄，看起来还有一些杂货店，蛮好奇这些人生活在这边都要靠什么养家糊口呢？也许以后有机会可以到这种偏远的村庄来体验一下人生。现在我们来到这地方是龙华坝。龙华坝位于台七线北横公路34公里处，于民国66年10月开始设计建造，民国72年12月兴建完工。龙华坝主要功能为拦沙，以免大量沙石流进石门水库造成淤积，延长石门水库的寿命，并利用水位落差提供一新电厂发电。龙华坝经过多次台风所带来的大量沙石，已近乎淤满。由于地形因素，龙华坝难以清淤，仅能采水力排沙。这种现象是目前台湾各地拦沙坝所面临的问题。所以，如果在新建这些水利设施，可以多加考虑这些维护的问题，就可以延长这些设施的使用寿命。大家来这边还可以在 Google 地图找一下龙华沉积岩地形景观。虽然沉积岩是非常普遍的岩石，但是这里的沉积岩裸露出的面积非常大，整个山壁是由沉积岩所堆叠出的壮观景象。沉积岩又称水沉岩，是三种组成地球岩石圈主要的岩石之一。如果可以带着小朋友亲自来这边看看，这会比看着课本或照片来得更有意义。
现在到的这个地方算是北横公路必停的景点，八零大桥。在这边道路两旁都还有餐车在这边卖一些餐点。我们到这边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，所以决定在这边吃点东西。我们在这边吃了甜不辣跟烤香肠，口味上来说是很普通，但是老板跟老板娘都很热情，所以好不好吃也就不重要了。现在看到的这座八零大桥是在民国1994年完工的新桥，在另外一侧有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旧桥，其中八零旧桥很特别，是由两个隧道所连接。八零旧桥与两个隧道担任了北横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但由于交通量逐渐增加，单线通车的八零旧桥也不堪负荷。在民国1994年新的八零大桥完工后，八零旧桥正式卸下任务，转而成为历史光芒及传承原住民文化重要的串联。这次本来也要到旧桥这边拍摄，但是目前因为地震的损伤，所以目前是封闭中。后续如果旧桥有开放，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。我记得入口的地方有做了一些文化景观的装置，还可以连接八零古道。八零古道全长约1.28公里，我们也去走了一小段。八零古道早期是上中八零的泰雅族人，为了联络苏勒、耶亨、三光等部落，沿着林线行走的道路，桃园县政府寻古道遗迹，串联拉拉山服务中心与八零大桥，改建沿路闲置的厕所、旧凉亭、日分住所，转变成为生态展览馆。这里的展馆分别是地质馆、阔叶林馆、甲虫馆、蝴蝶馆。这里的展馆都有一些相关的生态介绍，所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游玩，也可以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学习，这样子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是有帮助的。我们是从八零大桥旁的景观台上去的，然后一路走到地质馆而已。这一路上都是林荫大道，所以也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过来健行。也许旅游就是这样子，充满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，不是可以每次都依照自己的规划而进行，所以就算同个地方来了很多次，都可以感觉到有些许的不同。人生的道路上也是一样，每走的一步都是未知，这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。大家请跟着我们的脚步继续探索台湾的美。今天的影片因为时间太长了，所以会分成上下集介绍拉拉山。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，下班之后脑袋都空空了，所以出片的速度非常慢，请大家见谅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请帮忙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